สวัสดีครับขอต้อนรับเข้าสู่ Offline Channel วันนี้กลับมาอีกครั้งกับการ Reaction Variety Before Sunrise EP 2พาร์ท 1ทุกคน EP ที่แล้วเนี่ยสปอนทิชชู่ต้องเข้าแล้วนะคะจริงอุ๊ยแล้ววันนี้ต้องร้องอีกไหมไม่ได้เอาเข้ามาด้วยนะเอาน้องโมไปแล้วกันน้องมีเจ้าหญิงเออเอาเจ้าหญิงนึงเนาะก็ไม่มีทีเซอร์อะไรบอกเราเลยว่า EP 2จะเป็นเกี่ยวกับอะไรใช่ใช่นั่นแหละทุกคนอยากดูแล้วนะคะแต่ว่าก่อนที่เราจะไปดูเนี่ยเราต้องขอขอบคุณผู้ใหญ่ใจดี VTV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ทุกคนไปดูกันดีกว่าจ้าครับดังเกินดังโอ้ยมาละอยากไปแจ้งภูเขาแบบนี้บ้างเนาะจริงหนาวหนึ่งจริงถ้าไปภูเขาบ้านเราไม่ถึงตอนนี้หนาวหนึ่งเปิดแอร์ดิที่这段时间发生的这件事情有看到很多负面评价说我们就是乱往出行有四个字叫做后遗症啊觉得那我真累咩嗯会痛苦一年以来，这些所有的评论其实一直在不停的左右我，它在影响我，它在影响我变成原本该变成的那个我自己。Rise， 两年期间遇到这些事之后，肯定是属于低谷时期的。对，我希望 Rise， 我们真诚的就是去面对这些问题。就是粉丝是可以看到我们成长的，然后他们也一直陪伴着我们，但是。我们也没有能给到他们很多留下来的信心，就觉得挺遗憾的。我结果那天晚上有一位粉丝在说：“男人，我不支持你，不管怎样，希望你好好处理这个事情，我们等你。”然后他说：“艺人不只是在表演光线的时候来引导我，你经历了挫折的时候，你也同样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经历挫折的时候要干。”哇，我就好感动你呢，我好感动，我瞬间被点醒了。我就在他们身上，我就学到很多东西。他们有些时候比我还强。嗨，大家好，我是万千小十二中的一名。在和你们同行的日子里，你们带给了我太多的能量。你们的出现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和动力，让我在生活最最困倦、疲惫的时候。有坚持下去的力量。无论你们在外受到了什么挫折或是坎坷，只要回到这儿，小十二永远是你们的家。就像 Rise 一样，我们是一家人。就像你们说过的，我们的旅程远不止于此，我们才刚刚开始。希望你们在未来永远有人陪伴，希望你们在困惑迷茫不解时，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铁子们，招募皆为少年之时，愿你们永远炙热，永远鲜活。我们一起等待梦想的来临。只要 Rise 在，十二就会在。相逢相伴长相依。相逢相伴长相依。相逢相伴长相依。看病吧。十二人是一个特别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人，而且是。支持帮助，甚至是决定我们是否能继续走下去的一群人。我们 Rise 看到十二为我们做的事情之后，我们也会想说，连他们都还在坚持，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放弃？他们也不是说是一定要来粉你，或者一定要来为你付出什么东西，因为他们其实喜欢你是不求回报，他们就希望你天天开心。我们的粉丝是两个互相支撑、互相依靠的群体。我觉得更多是陪伴彼此吧，然后彼此是彼此的动力，这样。感觉平常就是他们了解我们，在一些不管社交平台上或者是什么平台上了解我们了解的比较多，然后我们也想比较深入的了解一下他们，更多的是了解彼此的想法和感受。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我觉得哦，那啦 ，face to face 呗。因为如果在台上台下还是有距离感的，
而且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粉丝和艺人其实是相对平等的一个状态。你很难拉吗？其实我挺想见见粉丝的。我觉得发生这个事儿，最后我不觉得我们之间该结，有啥不能聊的，有啥不能见的？你总说我们想给你们像朋友一样，你要真的朋友，我觉得就找什么来，过一起嘛，聊聊天。为了给这次的舞台赋予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选择了舟山这个最接近地狱与阳光的地方。希望和所有的小十二们在这里共同迎接破晓的时刻。我们当时开会的时候提的那个，不是说一个表演嘛，就说弥补上海那个演唱会，它就是一个互动型的一个见面会。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是来弥补掉我们去年没有开演唱会，想要弥补当时的遗憾。大家也都特别用心的去完成这一次的舞台的策划，虽然不能所有小事都来，但是呢，这个演唱会也是给我们屏幕前的所有小事准备的，还是希望所有的小事们能够看到我们很认真的在对待他们对于我们的那一份爱吧。其实住海边挺好的。对啊，有山有海。嘉诚，小琴，那宝吗？嗯，宝妈管了。哇，老狠呢！狂风暴雨啊，狂风暴雨。我们以后跟他们。新的风暴已经出现。啊，那真的很糟糕。停止不前，停止不前，走。走不能停止不前。哎，龙亮มากเลยเนาะ。龙亮。他那个宝要被打翻成这样了。龙龙มี2ใบ。那个宝要哦。龙拉2ใบ。我感觉。แรงจริง。ด้วยความที่อยู่บนเขาด้วยเนาะ。对啊，这真的是神迹。哦。十一位成。แล้วเดินไกลด้วยนะ。他们叛逆，吵闹。我跟你说，我不吃，我一口饭我也不吃。嗯，过年我把它打败了。我今天算是知道了什么叫砥砺前行啊！哎，抵着风力前行。快走！哦，这地方冷呀，一块。龙哥，哎呀，老哥。明明等到时间在变迁，而我们不会改变。哎呦我天哪！就是这些哦，这不是我们什么的喂，怎么有点感觉啊？感觉我们那个家的感觉。哇塞！哦。哇塞，可以做饭了，可以一起做饭了。欢迎来到洛叔。哈哈哈！好火吧你？快不乐意。东西都吃了，你不给我留点面子？来吃嘛，该干了。那拉张。来，哎，咱们这样，他马上就到了。我也来个医药本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写下来，到时候贴在那儿啊？进门之前给他们嘛。可以。哦，那拉张的赛在吗？请节目组帮我们请了12个小时。嗯。Oh my god。喂。意味着他们就是12这个群体嘛，跟我们一起，用真心的去跟你聊天。喂。其实。从粉丝的角度来看，如果跟喜欢的人见面的时候，有很多话说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希望给他们一个空间，然后我们躲在另外的房间，想听听他们最真实的想法。对，所以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计划。有啥问题吗？咱们之前不是有3个分队吗？啊，3个小分队的歌分别是什么？这个还可以。我们团里所有人第一次合体自拍是在哪个地方？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在哪。我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们在社交平台上营业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怎么去平衡追星和生活？你们能在追星的过程中保持绝对的冷静吗？哎，不会，他们现在在屏幕前看我们，这不小丑是我们吗？噔噔噔噔噔噔噔，看完之后原来就是这样啊！最后一张，你们在陪伴 Rise 的过程中，觉得最感动的一瞬间是什么？可以，这个可以吧？可以。哦，你们好厉害啊！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ค่ะ
ซึ้งแน่เลยโบหนูเตรียมมาลูกเขาโชคดีมากเลยอยากรู้เลยว่าตอนนั้นเขาเลือกกันจากอะไรอาจจะเป็นบ้านต่างบ้านต่างบ้านต่างโอ้ว่าลูกเป็นสวยจังใส่ผ้าอ้วนเอาละไปเยี่ยมไปโอ้ยน่ารักพี่สวยบ้านของสื่อเออโอ้ย跟他们真的深聊一次，也挺紧张的。对，就是我更加期待吧，因为真的没有这样子去跟粉丝见过面。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能够通过监视器看到他们，就会很好奇他们会怎么去看待 Rise， 怎么去讨论 Rise。可以了吗，兄弟们？走 ，Let's go。这是一个什么房间啊？这是一个简单的小房间。App do 啊 ，App do。不是，我们这儿说话，那边必能听到。那就别说话了。是啊，我那个音量，那天昨天录不够，别说话。那我们就不说话。哎。哎，那老婆。哦。他瞪大了什么？这里是哪？哎。我来了。等等，该被奶大做中做中个了，真的啦，真的啦，还是破小色的呢，真的啦，那老妹，都不够冰吗？你看这是跨年好像是，这是那个新年的礼盒，这是首唱会，只有三位吗？只有三位吗？啊，有人来了，哎 ，Hello。เสือก็เป็นแบบครอบครัวอีกครอบครัวนึงอืมเชียร์นะใช่ไหมนี่你是赛时粉听我们三后赛后粉什么赛后粉就是活动结束了之后才粉上的超新星的时候一个比赛比完了然后全场在喊 rise 当时我觉得哇这个团体好有能量好就是无论粉丝还是偶像都非常的有凝聚力有能量所以当时我就记住了 rise 这个名字虽然我不认识 rise 里面的人哎，因为当时我舍友高中舍友他不是在追嘛，然后他就叫我去拍周震南，然后我全拍成了姚晨。赵曼，赵曼，哇，这种粉丝观察类节目，有点有趣，有趣。这不对呀，铁子，不是惊喜吗？他们不是说被拐到了什么深山野林吗？不是深山野林。但是今天不一定，我们不一定会见到他们。所以他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他们不知道。最后会给他们说录制结束了。他们干死你！没问题了。念出来。欢迎光临。有几个小问题，请回答。Rise 全团第一次一起自拍是什么地方？车上，在那个车上。有人说了车上。就是第一次去机场的车上。啊，正好在机场。我们是两个机场下来吗？喂，那下一个。演唱会中三个小分队成员分别是谁？歌名是什么？妈妈叫你别哭了。周震南，欢迎刘磊。24小时，周璐，吓我一跳。夏之波、姚晨、张让，然后粉色闪电，佳佳、任豪、袁野。现在没有难度了。翻卡不要玩撸了，终于来。24小时。你怎么看待不理智的追星行为？首先我们是成年人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追星不摘星我们可能难过伤心的时候看他们一下我们觉得很有力量就够了但是我觉得你要去窥探他的私生活没有必要对就是礼貌了如果礼貌都不能接受一些事情的话我觉得那你在对待别人这个事情上它本来就是不理智不公平的一件事对吧那我们เป็นแบบแฟนคลับชั้นเลิศ
แฟนคลับคุณภาพแฟนคลับบาสู网络舆论你们都会选择相信吗ก็ต้องไม่不可不信不可全信那你这话说的水泄不通太圆满圆满了应该不是水泄不通那是滴水不漏吧滴水不漏真的是因为现在是信息的一个爆炸的时代作为一个在这个时代里要好好生存的人肯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信息的甄别能力对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眼见都不一定为实，有的时候。对，眼见都不一定为实，特别是这个。嗯。下一个，下一个。我在陪伴 Rice 的时间里，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一周年的那一天吧。哦。睡衣 party， 睡衣 party。诺诺长蛋糕。别逃避了，别逃避了。老婆和乐乐做他的蛋糕。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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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我的兄弟们来接我回家，就那种家，然后我们一起回家，就是彼此都是一家人。嗯，对。嗯，其实是有一种家人在一起承担的这种感觉。对，我最感动的好像是他们第一次房车出游的时候，他们那个拍立得拍到的那个火焰。那个啥什么哪个？在小村中那个火，结果是个闪电。哦，那个我就算不记得也要装记得我记得就一起放火那个火就放火3、2、1我是我们十一人一起点的那你呢对演唱会大家都在喊 Rice 全场 Rice 真的很感动那个后来的你想一下，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喊一遍，但我们 RYC 再也不会再喊了。啊，那个肯定要梗一下。我感动的点永远都是他们十一个人一起在的时候，然后齐刷刷向大家介绍他们自己，那是我永远都是最感动的一点。好，等会儿就安排。嗯Hello， 小象们，感谢你们非常耐心的回答完了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那么现在你们有什么问题是想要问我们的吗？把你们的问题写在纸上，我们会一一回复哦。传过去吧。我拿一支。Rice 是一个限定团，十二是很关心他们毕业后的打算的。作为一个小十二，我想知道，对于粉丝与偶像之间的距离，安全的界限在哪里？问他们的问题是，这两年来有什么遗憾的事情，所以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Why？โอ้ยเป็นเต้นแบบเลยว่าคนจะร้องไห้แล้วนะคนลุกแทกอ่ะตื่นเต้นนะโหเก่งเป็นไรคือช็อกเลยอ่ะชินจังหวะชินจังหวะทางหัวจุดฟูนะจังเจ้าเดี๋ยวเชื่อ2 2 4 5 6 7我那个谢谢辛苦了快不出干了呢笑吧我打没有提了也没不老哎他是把他老妈哇这是超กินเลยเดี๋ยวโอ้ยชอบเพลงนี้โอ้โหยำร้องไห้ชัวร์มากเอาเลยครับผมชื่อ surprise โอ้ยอะไร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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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念吗？哎，洗一下，你一人拿一张，直接传吧，直接发吧。哎，你干什么？你也爱乐啊？大家传过来，看你。什么？就拿上面第一张。没有没有，传吧传吧，你看我。Endo， 传过去吧。来吧。躺平拉姆，我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在成团业需要开创新的男团标准 ，Rise 觉得自己做到了吗？陆哥，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并没有去模仿别的人，或者模仿某一个团体，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边做然后边去定义的。对，我可以出来这个问题，你说。就比如说前两天在机场的时候，然后就是有路人就会问说，哎，这是哪位明星，这是哪位明星，我说哥你知道 Rise 吗，说啊知道 Rise 知道 Rise， 我说那我就是 Rise 的成员，哦 Rise 成员，那你是哪，我是 Rise 夏之光，然后说哦知道知道，就是每次个人出去介绍我 Rise 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很骄傲，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我们做到了我想象中的团，然后我们统一了音源色，然后我们做到了有一定量的团粉。多久？再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团体不管是从各方面，从能力上面，龙都靓啊没？我觉得都是比较就是比如说我们站在一块的时候，就像一个团。我始终觉得我们的舞台能够更好。对，是的，还会更好。我觉得我们做到了最好的 rise， 对，但是有没有达到第一男的标准，这个其实留给别人来去评价。对，我觉得我们努力的做好自己就已经很棒了。其实男团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团队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 rise 做到了男团标准的。一年半多的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男团标准。就是我去上市，他们也会问我，你觉得男团什么标准？我说，这东西得他们十一个人自己，他们有他们的标准 ，rise rise 标准。就他们会问我，哎，你们标准？你们想达到某种标准过后，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吗？我说我不想，我不想出圈，我只希望 rise 找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圈子，把这个圈子越扩越大。那至于做到了什么标准？我觉得这得到最后一天才知道。嗯。那加油吧。这问题挺尖锐。其实大部分限定团解散及个人唱跳生涯的下坡路，你们怎么看呢？你们觉得你们未来 solo 能比之前发展的更好吗？有够尖锐。你别管他下坡路还是上坡路，可能十年之后可能就是什么大老板，十年之后他就可能是什么样的人，都不一定。所以做好每一天就好了。为什么你是大老板？因为你是大老板。这我说为什么你是大老板，他们不一定。走。啊。十年之后可能男的就是腾讯的。啊。哈哈哈哈哈哈。一个会员，腾讯视频。哈哈哈哈哈哈。Shopmart。那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很长。每个年龄每个时间段都有那个年龄跟时间段去做的，如果到下一个时间段，那我觉得下坡是我需要经历的，那没关系，初心它不是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心态。嗯，对，就是不忘初心，我觉得就是不忘我们最开始的那种热血的劲。对，从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我其实没有变的。对，一直都是相信自己，然后相信的力量。Chop 吗？不要。我就做好现在的事情。Chop 都是地铺。学会去面对下坡路或者上坡路，坦然面对就 OK。反正没有什么事情好后悔的。嗯。
可能有一天没有人支持我们了，但是我们至少在做我们喜欢的事情，我们可能更专注的去生活，或者说去从事另外一个行业，我觉得那个不能叫不好吧。对对，或许需要去勇敢的选择自己爱的事情也好，事业也好，做好我们现在能做的一切事情吧。对，嗯，如果说离开了团队之后，可能就所谓的走下坡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因为至少我曾经和我的兄弟们一起看过顶峰的太阳。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就已经够了。我也相信我们兄弟绝对应该还是往上走的，对吧？会的。无论是已经对自己未来有很明确打算的，还在探索中的，还在摸索中的。小十二嘛，就是希望他们好好走接下来的路，然后再次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还是有其他十个兄弟陪着。你看，说说，你看，一天了。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会讲这些东西，我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让我回答这样很大的这种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也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就是。我觉得就做好自己就好了，就不管你做什么，你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没有想那么多，就本身就没想那么多。嗯，好，你们耶，老大哥发言也是不容易，给人掌声鼓励。粉丝们有该说的，那就看看他们谈，看看他们谈。粉丝们很喜欢你们，因此也会做一些爱的表达，同时偶像们也会做一些回应。但很想问你们 Rise 怎样看待偶像与粉丝间的安全界限的程度？啊哈，好问题。其实最好最好就是我每次就是看新的时候，我最开心就是别人告诉我说，就是因为有了我的存在，就是说考上好的大学，或者说他成为了行业里的一些经纪人、摄影师，我会觉得很开心。那大家就这样子多好呀，就是何必就是。那种那么极端没有必要嘛，对不对？就不要太，其实不要太过度就好了。对，就是还是想自己保持一些自己的私生活这样。只要是在适宜的场合，然后只要有秩序的话，我都不会感到困扰。但是如果在不适宜的场合的话，那确实会影响到别人，那也不太好。每个人都有各有的方式，没办法去定义，就是希望是大家觉得健康而且合理体面的一种方式吧。我们两个群体，我们和粉丝这样互相支持，必须要有我们共同的维护，才能让这个环境变得良好。我觉得粉丝朋友跟我们的关系，其实像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同学，只是在有些时候确实需要得到能量的时候，我来看看你，我们见面打个招呼。而且在中途粉丝的来来往往，就像我们在学校里面的转学或者是毕业了的那种感觉。对，做到自己力所能及的支持跟应援，就不要太 too much 超过自己的能力。对，其实就像杨老师说的，就是因为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业，我觉得肯定还是先完成自己的事情，只是偶尔用一定的时间去关注你在乎的人就够了。像刚才我看你们在后面讨论说追星和生活的比例有多少，我这边官方推荐的比例是10%-40%，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找到了你生命中更热爱的事情，去追求你更热爱的事情，我们知道了其实我们也会更开心的。对， yes。 哦，一定吗？那我呢，心灵黑暗时你们是怎么走出黑暗的？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又好像回到了最开始的那种，就是所有身边的人都在质疑你，然后没有一个人来拥抱你。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是挺不过去吧，然后就找到了兄弟们，就像真的是在那种要掉入深渊的时候，突然一个人伸出了你的手，再困难都度过去。我想分享一个我的经历啊，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碰到某些人身攻击的事情啊，
就是可能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说啊，赵磊长得丑，赵磊长得好像外星人。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一开始我都是非常非常难受的。但是你不能去说任何的话，你也不能去回击他们，只能把这个东西往肚子里咽，就会有一段时间会陷入一个非常自卑和抑郁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是无论你在这个网络上的世界里你是多么的隐身，但其实你的每一句话其实就是踩倒那个最后一根稻草的某一脚，对于那一个人来说就是很伤心的一句话。也许作为偶像或者艺人嘛，他就是该承担，或者说他就应该会被讨论，我肯定不可能永远阻止这件事情，只是我希望告诉就是喜欢我们的人也不要这样去做这样的事情。到现在，其实我非常非常感谢 Rise， 还有你们。我其实一直在去年到今年没有觉得 Rise 有倒下过，真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发现，在 Rise 可能某些情况出现的时候，我第一想的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而是我的第一反应或者其他兄弟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问。你怎么样？你的心理状态怎么样？还有你能不能行？其实这个是我自己进入 Rise 之后这一年多的最大的改变。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身边的兄弟，我觉得人生当中应该很少再会遇到第二次。爱你。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发光点，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去鼓舞喜欢你的人，或者是一些在悲伤中的人，我觉得这就是偶像该做的东西。因为生活其实很苦。โอ้ยยิ้มน่ารักมากใจเหลวเป๋วเลยค่ะ其实当他们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最直观的感受还是感觉我们真的没有选错，喜欢错这个团体。在这两年里 Rise 需要12的陪伴支持，小12也需要 Rise 给的力量与信念，这就是粉丝与爱豆之间的意义。我们的力量最小，但把众多小力量聚集在一起后，我们就是那一颗力量强大的我们掌声。 OK， 下一个问题该谁了？我来。请问这两年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来回答的话，我觉得就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大家暂停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演唱会也取消了。在上海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很多很多不能说的惊喜。嗯，对，所以希望我们今年能够演唱会能够顺利举办。对，就演唱会那个上海演唱会很快就会重现了。重现，等一会儿，就可能会有别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吧。对，会非常出乎意料。对，今天这样的真的很必要，真的想跟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不管是疑惑呀，还是疑问呀，还是什么感情想表达的都可以表达。我真的觉得今天挺开心的，能这样。这一次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第一次这么深入的去跟粉丝接触，使让们会更加了解我们。因为之前就可能只能在舞台上见面吧，但是这一次的交流让我们了解了彼此的想法，这也会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会更有动力和更有目标。一直以来我就觉得粉丝是我前进的一股力量，我们之间是相互成就，不是单方面的。我真的是很幸运能遇到这样的一群粉丝团体，感觉我们都是一类人吧，就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然后感觉他们也很有趣，希望剩下这为数不多的不到100天里，我们也会更加努力，跟他们一起登峰造极。
就是有个遗憾嘛，之前演唱会没开成嘛，然后想说看看这次能弥补一下，就是说能够用自己的一些方式用心的去完成这一次的舞台的策划。那今天就到这里吧。辛苦了，拜拜。看你跟你放手了啊，来吧，来能回干呐。但是来吧。我有个想法是这样，咱最后跳舞的时候可以在手上带灯了，黑的时候很帅的，你懂吗？对对对对，可以。确认一个事情，也就是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嗯，对。不是听说这边不是什么东极岛？东极岛。我想，如果我们能看到，直接录个录像，到时候对，直接当演唱会的一个 intro 开始。可以可以可以。哎，叫破晓之时怎么样？先破晓之时，我可。好，我可。我就这样吧，这个风格小分队，派几个人去？派几个人？可以啊。其他人顺便还是回来搞事情的。对对对对。过去要坐飞机哦。啊？特别想去的吗？举个手好吗？白茫茫，呀，白茫茫。那就五个吧，五个也行吗？对。ทำไมเขากินอะไรดูน่าอร่อยไปหมดเลยอ่ะเราหิว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ราหิวชิชิอ๋อ然后野哥和曹总主要负责这个事情那个磊哥音频场地我俩负责首先我们主题叫破晓之时嘛那我们需要有破晓的画面老这次我们分成了两个大组嘛，一个组就去到东极岛拍这个第一个日出嘛，然后另外一组就是负责一些舞台设备嘛，就是给大家去看一下更多的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是想希望小小的弥补一下所有对于演唱会取消也有遗憾的。就简单了，能带完的公公娘娘娘，那就这么定了啊。好 ，OK OK。สวยเป็นแบบหลังเดียวนะเราแว่งเลยชอบมาก新来三幺新来三幺不干啥呢咱们现在的预算你尽量买吧你们现在预算怎么够咱钱能丢干不干别想太远小微人嘛这是最恐怖的那么我用多点的烟快快快快快全都是女人我发弟妹我的嘴都不伶俐了哎呀我眼泪都出来了啥事哎东极岛的出发了出发你帮他把他那些放出来了走了走了走了老潘没米来的这样没米来的呀没了没了那从冰冰口补班补班หลอกไปไหนนะนี่แค่ประธานดิโอ้ยกูตายแล้วเนี่ยนุ่นวันหยิบแก้วมาเบี้ยวเงยมาคือโอ้ไม่ก็งกงก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ไม่ไหวจริงไว้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หล่อมากแว่นดำคือแบบว่าแอคแท็กมองข้ามรั่วไปได้ยังไงรั่วก็คืออยู่ในใจเสมอเชื่อซะครับเจ้าไม่ถามทุกคนดีกว่า11คน11คนหนึ่ง732วันว่าแล้วดังนั้น现在这个预算你尽量买吧好 let's goว้าวเชิญให้ผู้ชมทีมร็อกทีมอยู่ในคูณ5มันประมาณคูณ5ประมาณเท่าไหร่วะโอเค732โอ้7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来一起走我们先去逛一碗一碗的奔完我觉得七百三十二块钱正好是我们现场的七百三十二白踢完现在是不是12做一个有意义的舞台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要特别有意义给他们的奖品怎么样喂，好贵哈！这个，เป็นเงินไทยน่าจะเยอะอยู่แหละ เยอะอยู่ 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น้อยนิด气球，这是气球吗？这个吗？拿个便宜的，便宜的。我们现在预算够了吗？好像。เนี่ยถ้าวอร์ดไวชาแนลมี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ก็คือ那如果这样的话，แน่ๆทีนึงคุมงบไม่ได้ไม่ได้อย่ามาบูลลี่因为这个打气筒有点，真是好低的带，带这个，先把这个，牛皮奶呀，很节俭，3,377哇还要踩灯嘞哎这看这个特好你就多拿点就行了你买好多也不用来少多拿多拿小妈的一百一百你也是很多的有吗不过都是有的没不帮那个买个买一个那个哇太过时了我们一共就732块钱รถคันรถคันนี้ยังโล่งๆอยู่เลยดูรถท่านประธานเต็มโอ้โหแบบกวาด
你可以腰给一碗也看都拿着这个干啥呢过年得喜庆点不得贴个奖状嘛给小三儿们贴地板上เนี่ยคือโกเองคือโกเองกูอยู่ทุกอย่างเนี่ยชอบมากเกียรติบัตรไปเจอรถคันนู้นต้องขำแน่เลยชอบเกียรติบัตรมากอยากได้แหละไอ้这个是不是哎这个不就是红外线吗就是蓝药的咱们每个人做个手套好吧会发光的手套我看一下啊可以的话就买了这个多少钱一个4.5一个4.5一个66个就是哦很多劲了分成够喝一个累了27不是我算了我快算了什么我买灯就297块了兄弟哦我看看好随便买来了买一个人4只再便宜点那得买50个买50个50×4.5等于22×乘以100，45×乘以100等于420。很多呢。那就买25个，买25个，买25个。那当做是100才能套呀。这么快？再拿2个是吧？你干啥呢，张学？选灯啊。现在也是40。เต็มรถหันไปใช่ไม่ว่าแล้วว่าเจอต้องตลก他是付不起哦这个是啥什么这是送你小礼物呀小静干走你好快我觉得你兄弟们比较喜欢这个你看这个我拿没改的啊这个刘野拿黑野拿这么多我不知道为啥野哥不是咱们要不就少点这个要的是心意要的是这个可以了4个留着我自己带我就一起够合适也蛮丁丁你现在遇上了丁喂我这个喽这个是用来干嘛的人给我解释一下它的作用彩喷呀它来干啥呢不是它在什么地方会用到呢就是到那个表演的中途看看试一下那个别买这个他跟他们来呀那我觉得不要彩蛋了要飞雪了这个不带按掉精打细算的去购买每一件老爷们好谢谢好的了给你爽宽我前两天听创造营2019感觉恍如隔世就感觉但除此我还好很久之前了2020, 哦，真的，然后我们弄了爸爸，变浓浓了吗？前两天直接到手100千，我感觉哇！单下的少呢，实在太少吗？一开始还在算啊，我们成团100天了，成团150天了。我还想那回来凉凉哈。因为最近舟山的天气都不太好，户外也比较冷，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找一个室内的场地，搭配一些灯光效果，应该还挺有意思的。Hello，Hello， 您是馆长吗？对。馆长啊，这边请。馆长这边请。在卡吗？那个游泳池是没有水吧？是不是？对，那个水已经都放掉了，是空的。上去这个哪是罐子呀？牛肉馆的味道。牛肉馆的味道。这个池子是25米，然后乘12米的。嘿，完了。嘿，哦，这是最高最普通的这。这回应怎么办？这个你一放歌就会混掉就混了下去朋友比方说对劲儿嘛嘿哇好高了你看他有东西这里有音频组的老师吗哎老师这个回声没问题吗您那里但是这个调不了回声调不了对怎么办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合适啊平衡主要是声音拍着点声音问题
这个是那个游泳馆，然后它长是纵深是有25米是够的，但是则是有回声。刚蛮有点后面的，因为我跟楠楠是去考虑就是场地环境啊，我们当时两个人站在那儿就在想我们在哪一边，他们在哪一边，然后泳池怎么布置，哪里能放什么的东西。去了第一个游泳馆，然后觉得那边的回响声音太大了，没办法。谢谢，辛苦了啊，你们也辛苦，对，辛苦了。好，班长，把这些搞定。太难了，快跑！就说咱俩明天就把这事儿弄好。你找马德哥啊？那是，那肯定啊！不然明天去哪里呀？必须弄好。你好。好的。游泳馆在那边。我这当班长扫外男。这边这个词。跟那边的结构是一样。对，这个没有那么。这个是25米的。25米难不容易。对吧？啊，有点斜的。游泳池都是带一定斜的。身长也还行。这个还行，你们可以带蚊子舞没？这边我觉得感觉还可以。好嘞，老师这边音乐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吧？音乐应该刺激大一些。应该没问题吧？还有，主要这边声场还可以。这是第二个，这个。啊，什么？那他们喝的，他们喝的，是的，是的。其实这游泳馆是可以。你可以控光，效果可能更好一点。你在外面这个就控不住了嘛，对吧？直接拿手指这样按嘛，我们还可以控制节奏，对，那个更酷，可以，有画面了。它跑啥慢了呢？之前请注意你在天上飞。嗯，我还没坐过天上飞机呢。你怕你空船了？没人坐过吧？这应该四人都没坐过。OK， 到了。系在别人身上。哎呦，我就系你身上了，杨老师。你系我身上有没有？我就系你身上。跟你在一起有安全感。杨老师多少那种野外求生技能？在配吗？不会放肚子，他是把你当别人家。后面这个应该不会。也拿一个。哦。等一下，我感受一下这个降噪啊。高一口，拿一口。推吗？拿一个。哇！你们都说话了吗？绝不可能！别装了，别。我装什么？为什么？没有啊，有什么好一直在说话的？对呀、啊。对呀、啊，听见吗？你干嘛？不是不可能，他绝对到不了这种程。你傻吗？你是？我。啊。你听有？你能听我说话吗？现在？你说什么？你耳机摘了。你说什么？你看听不见我说话？听不见，就看你嘴巴在动，能听到你嘴口。哦，该脸了，脸吗？那不然直升机吗？超吗？那脑洞了！哈哈哈哈哈！怎么了？脸吗？哈哈哈哈哈！你怎么听到这个女的？咋呀？那能完吗？太好笑了！我就听见我好像有人在说话，然后一看后面，来，说，今天我要用手机记录啊！加油！我胆挺大的，我走了。我要什么？我用大脑和一个身板做的，我们去踩点。选地方，今天到了，我们还可以看日落。哇，是这个吗？不会。哇，声音有点大了，走喽，戴上耳机。可以这么呀？好。到了。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墨本。You are
เราก็ตื่นเต้นนะไม่เคยไปกรุงเราก็ตื่นเต้นจริงเฮลิคอปเตอร์อะแม่太高级了我够了够了我来了来了来了哦直接起来哇干拔น่ารักมากเฮ้ยอยากสวยนะไอ้ป้าฟูโหหล่อมากแม่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叫破晓之时，我们 Rise 也是追逐太阳的团体，所以我们才想到东极岛去捕捉第一缕阳光，来送给小十二，也送给我。ชอบความลงทุนอะสุดยอดมากน้องได้ทำอะไรที่อยากทำเนี่ยทำบล็อกฟอสไฟล์ที่เฮลิคอปเตอร์บ้างมายังผ่อนไม่หมดเลยไว้哎日落看看天之落咱把东西放快点去日落มันมีที่เที่ยวหลายที่ดิเนาะกับหลายไทยใช่อะใหญ่มากแล้วแต่ละเมือง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ลยสุริย์你时间定好一天就会还有一丝了怎么哎这个太阳说落就落呀没了โอ้ฝนเราไม่ทันเราไม่ทันหน้าหนาวมันน่าจะมืดเร็วใช่มันมืดเร็วอะวิ่งตามกันใหญ่เลยโอ้ยโอ้ยไปทันไหมอะว้าช่วงนี้มันเที่ยวได้ใช่ไหมหมดเหรอใช่แล้วไปแล้วนี่คือ云背被云挡เอาไปแสงหมดเหรอแบบโดนเมฆบังโอ้ยแต่ฟูเทศอันนี้สวย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มาช่วยกันถ่ายช่วยกันถ่ายช่วยกันถ่าย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它真的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往下掉是啊越来越低了这太阳怎么这个速度有点奇妙喂大爷怎么样没了没了没了马上没了马上没了就剩一个头了拜拜哇好好看我最喜欢自己帅对对那关麦克现在去逛逛吗还是不是有小车吗？咱们先上车，然后绕岛，绕岛走一圈，走一圈看一看。可以啊，趁还天亮嘛，走吧。走，出发。东极岛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嘛，所以我们必须在第二天日出前去找到最合适的日出地点。哇，你出发还带攻略呀？可以可以。好麻烦。哎，你好，哎，顺路顺路。啊！我以为你没认出来我们，注意安全。后车的，太好骄傲了。犹豫了半天，没喝酒都怕。犹豫，他可能想，是不是外子？他们几个是谁呀？刘姐夏，啊，对家了吧？他们怎么见了陈建一？结果我。啊，是你们了。哎，那啦。这个太阳说下就下哈，一天说黑就黑了。说冷就冷，这气温。看我的脸都被吹歪了，太冷了。那不要了，好冷，好冷，眼睛火火奔过来了嘛。咋样？看到了？你干嘛？看出来日出亭，它有一个，这儿有个叫东极亭，做的小攻略。我们派人说要几点钟到？6:14到的。6点前，我建议5点半到，真的，等半小时都比迟到要好。老妹妹，对对，我也是。ลมอ่ะความลมอ่ะแม่หนาวหนึ่งหนาวมาช่องวอชซ่าเลยตอนนี้ว้าวเจ๊จะแบบว่าไม่ไหวแล้วจะ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กับแม่แต่ไปเที่ยวที่หนาวหนาวอ่ะว้าวดูเป็นจะเป็นชั้นที่ดีมันจะจุ๋ยแล้วก็หลิงลี่เลยขึ้นเนี่ยจริงๆแต่ใช้เวลาเดินอยู่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าะใช่ใช่ใช่ไหมใช่ใช่ใช่还差不多就是在那个方向前，对，就是要再往右边。它对面那个岛就是那个青邦岛。嗯，对，就这儿了。可以，我觉得可以。可以了，可以的。兄弟，明天真的多雨，全都是雨。他来呀？9°C。9°C。快
我在这儿，动的话都没了。李现，李现，拍一拍闪光。光亮啊！这个委婉的路也可以，可以啊。Let's go。啊，那个就是咖啡店吧？对对对，我没说完过呀。很闹呀，很闷的哟。烧咖啡吗？我给我冻着了。好冷啊。给我一杯咖啡，给我一杯咖啡，看他身上的灰，你就很干。啊，那老真会录。今天晚上在这里还挺冷。等你拉那只欧冻的到处都是，应该跳下去了。嘿，没机会没苹果滚吧？我好想喝咖啡呢。太平太平洋了。牛。下班平安，白天好，一说我愿这四个片片给爱我的和我爱的人带来好运。健康明信片可以写明信片。ต้องไปถึงร้านกาแฟที่แบบว่าคนไปเที่ยวเยอะแน่เลย。我热情。哎，慢慢的，你是他。哎。周和炎夏在装人。哎。我等他被剪去多用了，带 BDS 了。中中中中中中。得了。可以正经嘛，正经。对，正经嘛。那可以了。หลังจากอันนี้ออกอากาศไปก็คือเตรียมตัวเลยแม่。来吧，坐吧。群里看了吗？那个视频，游泳池那个。看了。不是，跟我想的游泳池差别有点大。我们去了两个游泳池，第一个游泳池胀了。没想太大。我们就这么说话都是汪汪的，后面那个应该是能搞的。行，可以。跟他们打电话。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的意见吧。Video call 来了。Hello 吗 ？Hello， 佳佳。看一下群里。看到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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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主持人是哪个和七七？七七晚上会写一个本子出来，然后反正我们流程是这样，然后大体就按照他们 Q 来走，好吧？对。OK。你们还有什么想要的流程吗？加一加。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有没有电视机啊？因为我拍的这个素材，然后我会剪辑出来，就跟开场的一个 VCR 的那种感觉。好的，还有什么想法吗？没有了，没有，再一个没有啊。嗯，拜拜。VCR 跟 A， 就这样，可以可以。他们都一样嘞。那这个最后一句词写错了，我会用。等屏对吗？应该是我挥动梦想去天空游了。OK。这一次的表演和这次的所有的规划策划的舞台，其实都是为所有小时而准备的。我们也知道 Rise 的舞台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我们也从来都是把我们认为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他们看。刚好他们把这个歌曲发过来。好嘞，好嘞，五六七八，对。我希望做得更好，然后是不是也有更多？可以吗？再见了啦，对吧 ？US 的最后一次演唱会也好好做好，真希望大家都能够。เลือกไม่ได้ก็คือไม่เลือก11คนเท่านั้นค่ะฉันลุ้นไปกับน้องแล้วเนี่ยจริงขอให้น้องได้ฟุตเทจที่ดีที่สุด距离日出还有40多分钟มันต้องหนาวมากอ่ะต้องตื่นเช้ามากแม่ตีห้าครึ่ง都没看到这个，不如来玩那题，你们这过年的。而且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看天气预报是多云的。还过不出三万加里吧？看过，我看过 N 乐乐，喝红。他提更好，过到麦高里，那是干巴，就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心境是吧？但我真的，我一次是初中就看过，就我们真的是啥浪漫的事儿都跟咱一帮人一起干，民间火会呀，看日出看日落。哎，你们听后面声音了吗？快起来！你听了吗？你说的真。รวมกันไม่เกิน3ขวบน่ารักก็ไม่ได้ตัวสีก็จ่ายเป็นหล่อไรส์大家หล่อไรส์
到。หนาวแน่เมฆเยอะจริงอ่ะก้อนหนาตึ๊บเลย46了云确实挺多对啊因为这几天都是下雨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日出哎不对啊咱们日出不是一起看过了吗唱了云唱了云哇下雨了好好呸不可能我觉得今天这个必看好吧必看必看嗯哇有点冷啊真的真的有点冷อุ้ยฟ้าดูเปิดอยู่แล้วก็แบบคือยืนอยู่บนยอดอะทุกคนลมแรงมากเต็มลมเต็มหนาวอ่ะอุ้ยอีกเรื่อง帽子也没戴ผมตั้ง还有多久啊还有快10分钟还有10分钟整เดี๋ยวมันก็เริ่มสว่างนะใช่ย่อฟ้าเปิดอยู่出不来了就出不来了真出不来了น้องใช้โทรศัพท์ถ่ายอืมไอโฟนน้องใช้โทรศัพท์ถ่ายไอโฟนวิดีโอทีมงานของโคตรเสียวเราต้องทำแหละ然后把这一段剪到我们的视频里是吗对开场开场 VCR VCR 有那种感觉对ประเทศเปิดซึ่งชื่อในนี้กูก็ตัดไม่ได้แล้วตัวเองคุณไม่โกรธเลยคุณโกรธอะไรคุณโกรธไหมคุณโกรธไหมคุณโกรธไหมมีโดนมีโดนด้วยงานมีโดนเอาคุณจะไปทำช่วยได้ไหมใช่ไหมใช่ไหมโอเคโอ้ยโอ้ยพันธุ์ค่ะทำแบบหนึ่งโอ้โหไปไปไปอยู่ไหนอะพระที่已经六点十三了已经六点多了，六点十三了，露了个脚了那个地方，那太小了吧那个脚，有云挡住了，能不能行啊？出不出来了，你出不出来？哎呦，สว่างแล้วว่ะแม่，嗯。อย่าบอกนะเนี่ยพาทีไปซื้อพอบัตรไปจองเองแกนหนึ่งตัดอย่างนี้ตลอดเลยอ่ะมีทีวีอ่ะให้ตอบกันไปไม่ได้เห็นอาทิตย์กูก็เห็นไม่เห็นยังไม่เห็นวันอาทิตย์เลยแม่ขอร้องจบไปแล้วทุกคนฉันชอบความที่เขาตั้งใจทำใช่มากเลยทุ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ทุกอย่างด้วยตัวเองไปซื้อของไปเตรียมสถานที่เองถูกต้องขอบคุณไปถึงทีมงานด้วยที่ให้น้องได้แบบเต็มที่ได้ทำจริงตอนช่วงแรกนี่แบบว่าน้ำตาซึมนะนี่มีความรู้สึกว่าถ้าเราในฐานะแฟนคลับอ่ะ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การได้ใกล้ชิดอ่ะแบบแค่ได้มานั่งคุยอะไรเงี้ยมันก็แบบว่ามันเป็นนาสิบสองมันเกินฝันจริงเกินจะขวายคว้าเป็นฝันที่ไม่กล้าฝันและแบบว่าและอย่างแบบเหมือนแบบคนที่อยู่ในเมืองเนี้ยแบบว่านั่งรถผ่านอุ้ยไล่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ราไม่เคยชอบการแบบว่าเจออะไรแบบนี้กันแบบว่าวิธีการใช้คนลับสโลแกนเดิมถ้าเป็นแกได้สมมติว่าแกอยู่ตรงนี้ตัวอินเตอร์พูดไม่ออกตัวเรานั่งอย่างเราหน้าแดงๆเป็นลมเคยมีความบังเอิญแบบนั้นเกิดขึ้นในชีวิตกูเลยสักครั้งเดียวไม่มีนอกจากตั้งใจไปตามใช่ไม่มีเลยแล้วอันเนี้ยชอบมากเลยที่ทุกคนพูดว่าแบบการที่เป็นแฟนคลับต้องทำตัวยังไงบ้างโน่นนี่นั่นอ่ะ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เขาคือให้เกียรติศิลปินที่เขาชอบมากดีมากเป็นแฟนคลับเดอะเบอร์หนึ่งเป็นคุณภาพคุณภาพคุณภาพจริงแต่พูดเคยไปกับอีนอสไปเกาหลีไปเจอแต่ว่าไม่รู้ว่าคนนั้นเขาเป็นดารากูจำได้ใช่เหรอมึงเขาใช่ดาราวะใช่ออร่าเขาสูงมากเออใช่หล่อมากมึงหล่อหรอแต่ไม่น่าจะใช่ของมึงไปดูอ้าคนที่หล่อคนที่หล่อคือนั่งหอยห้างจิบกาแฟกั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ออคนนี้หล่อมึงเขาเป็นดาราแบบอีน้องแบบเป็นหล่อมึงเอออ้าวอีน้องใช่เศร้าเลยแต่ก็ไม่ได้ไปขอถ่ายรูปไม่ได้หรือไงก็ความส่วนตัวเขาไปเลยแต่ว่าแต่แค่ว่าเอว่าใช่หรือไม่ใช่เคยเจอแบบนี้แต่คนที่อยากเจอเลยนะคนที่อยากเจออ่ะไม่ได้เคยเจอไม่เคยเจอเวลาเราอยากเจอใครมากใช่จริงจริง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กูจะไปขอทาน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เห็นคนเดินถนนนานๆไงโอ้จะได้เจอไงขอร้องไปเรื่อยไปคุยไปคนช่วยด้วยไปกับเขาเรื่องเออแล้วเราก็ชอบมากเลยที่แบบว่าเขาทำทุกอย่างเพื่อสื่อเออ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เนาะแบบว่า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แล้วแบบว่าเขาเตรียมเรื่องนี้หุ่นร้องไห้หนึ่งน้ำตาซึมคือ
จ้าหนานแอบสปอยหนึ่งใช่แบบไม่รู้ตัวตลกหลุดหนึ่งชอบมากก็อยากเห็นเหมือนกันนะว่าแบบถ้าเกิดมาจัดงานในแบบในสระว่ายน้ำสระว่ายน้ำ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รอดูอยากรู้เหมือนกันว่าเขาจะมองเป็นยังไงสรุปสายลุ้นได้ซื้อไปกี่เส้นเลยยังงงอยู่มองไม่ค่อยจะทันเท่าไหร่แต่รู้ว่าอีฮูเหลือแค่สี่ต้องบอกแล้วหยิบออกหยิบออกตอนแรกคิดในใจว่าเออหรือที่จีนผูกมันถูกมั้งเห็นปากคือเงินไม่พอลืมคำนวณเรื่องงบน่ารักก็คือเป็นรับบทเป็นนิยอมกับอีไวที่ไปซื้อของอยากปล่อยให้อีสองคนนี้อยู่ด้วยกันหยิบไปก่อนไม่ต้องคำนวณชาบูไปกินได้199กูซื้อ 3,700 ซื้อมากินเผื่อคนทั้งหมู่บ้านโอ้ยอะไรก็ไม่รู้ชอบนอนรายการแฮปปี้มันเรียวดีอ่ะจริงและชอบความแกงกันเองของน้องๆด้วยจริงมันรู้ถึงความสนิทอ่ะจริงตั้งแต่ฉากที่ยืนอยู่ตรงศาลาโอ้ยเดี๋ยวจะเหลือ10คนตอนนี้ด้วยใส่หูอ่ะที่แบบเทสเสียงใส่หูเทสเสียงแล้วคนแกงก็แบบเนียนมากอ่ะใช่ตอนแรกก็แบบลักน่ารักมากจริงหรอไม่หูดีจังเลยอ่ะหูฟังดีมากเลยไม่ได้ยินเลยนี่แหละพูดกันจริงๆเหรอชอบความแกงกันเอ็นดูอ่ะเดี๋ยววิ่งหนีกันบนถนนจะอยู่ดีๆไม่ได้วิ่งนอน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วิ่งตามมาเสียงอะไร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อีเตอร์อย่าวิ่งตามหน้าไปแล้วใช่ไหมใช่ว่าไม่อยู่แล้วกลัวกลัวมากเลยแต่มาลุ้นกันเนาะว่าพาลิจะขึ้นให้น้องๆหรือจริงลุ้นแล้วคุณเองกันไปฟังก็คือว่าตัดจบแบบค้างจริงๆเป็นสไตล์ของวีทีวีใช่อย่างที่เราเคยบอกว่าวีทีวีสไตล์นะครับใช่แล้วก็มีน้องๆหลายคนที่แบบว่าขอให้เราทำจนจบเราทำจนจบแน่ๆนะคะแต่ว่าจะมาทีละพาร์ทแบบนี้เนาะขอย้ำอีกทีนะคะทุกคนว่าไม่มีเวลาเลยสองพาร์ทต่อที่คือไม่ได้นอนทุกคนจริงแม่ของเราพี่ต้องตอบเมนไปหลายเมนแล้วแหละน่าจะมีน้องหลายคนได้เห็น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อันนี้สำหรับบางคนที่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อ่านคอมเมนต์เนาะเราทำสองพาร์ทต่อกันไม่ไหวจริงๆทุกคนเพราะว่าคิวไม่มีนะค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ว่างกันบางทีเราจะว่างพร้อมกันแค่แบบชั่วโมงครึ่ง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เนี้ย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ทันเราก็ทำเท่าที่มันทันไปก่อนเนาะแต่เราลงต่อเนื่องทุกวันเสาร์แน่นอนนะคะก็คือมารอกันได้เลยนะทำจนจบแน่แน่ถ้าพี่อ้อมทราบมามันจะมี4 EP มั้งก็คือน่าจะเป็น8พาร์ทถ้าผิดหรืออะไรมาบอกได้นะพอนี้แฟนคลับบอกมาเหมือนกันไม่แน่ใจก็น่าจะครบ8พาร์ทแน่ติดกันไป8เสาร์นะคะมารอกันได้เลยทุกวันเสาร์4ทุ่มนะทุกคนฝากสื่อดูด้วยมาส่งท้ายไลฟ์ไป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ใช่ค่ะเย้เนาะวันนี้ก็เป็นแบบกรุบกริบแล้วก็เดี๋ยวมาลุ้นต่อว่าใน EP นั้นเนี่ยจะมีอะไรเกิดขึ้นบ้างการแสดงสระว่ายน้ำสระน้ำจะ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างตกแต่ง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นะครับผมก็หวังว่าทุกคนจะชอบคลิปนี้นะคะผมแล้วก็ขอขอบคุณพี่ใหญ่ JD VTV 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ก่อนจากกันไปก็อย่าลืมไลค์ค่ะกด Subscribe 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กดกระดิ่งจริงๆให้เราด้วย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ยังมีอีก3ช่องทางให้ต่อกันนะครับทั้งทาง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ชื่อ Why Channelตรงนี้นะคะสำหรับวันนี้เราทั้ง4คนขอลาไปก่อนแล้วเจอกันใหม่ในคลิปหน้าสวัสดีค่ะบ๊ายบาย I want SE you want me